eat. OK，第十二题，指南针是我们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它指南北是因为地磁场对南针的指南针的作用，好像对同极磁针互相排，同名磁极互相排斥，一名磁极互相吸引，然后。指南针能够吸引铁姑娘，其实 A、B、C、D 都是正确的，对吗？但是它指南北应该是跟地磁场是有关的，所以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Donkey 了哦。OK，so 基本上就是结束第十二题，就是结束了这个净磁的部分了。OK，到第十三题开始就是我们是第十章的，OK，好，我们来请重量级的人物陈立康。首先发现这个电流磁效应的科学家是，立康有在吗？有没有打王者啊？有没有挂机啊？奥斯特，人家打了啦哟，好心你们。奥斯特，对了，电流的磁效应是奥斯特，电磁感应是法拉第。OK，所、so、以这一章呢会出现的问的两个科学家啊、哦，你要看清楚，OK，不要混淆。好，第十四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来，佳杰。有些笔盒装茶叶的礼品上会有这个磁装，装有磁体，这些对磁体具有磁吸铁性的应用。地球是巨大的磁体，它的 N 极是在地理的北极附近，然后地磁感线啊，记不？其实磁感线就是磁场线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呢会用磁感线，应该是一样意思了。而是磁体周围空间真实存在的曲线啊，应该是很明显的啊。发电机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对吗？佳杰在吗？喂。母约定氧化，不用理母约定了，没有，他每次讲话没有重点的。应该是，懂的。好，第二错在哪里？喂，选了答案就算了啊，OK 啦，我帮你解释啦。N 第二错那里，错在哪里？南极附近啊，OK，三错那里。现在第四又堆在那里，哎，排除万难法是吧？可能第四错嘞？马加尼啦，哎，磁感线呢，它不是真实存在的，OK，所以错在这个真实存在的曲线，而它是一个我们虚幻想象出来的，或者是用铁屑组成，就是铁屑那边撒了之后，发现看到是观察到有了，OK，说、so, 每次讲它写真实存在的就是错了哈，OK，好，第十五题，蓝廷辉，
以下关于铁电和磁的说法，正确的是。你要麦有问题，用打字啊。喂，不对哦，你麦有问题，怎么会可以讲到话了喂？骗人。好啦，给我答案吧。OK，一个磁体有两，你有点东西。一个磁体有两个磁极，同名磁极互相吸引，断电后的磁导线仍有磁性。应该是啊，断电后的这个罗线管应该是没有磁性了的，哎，一断电就没有磁性，尤其是它没有那个铁芯，有铁芯还可以讲它的那个铁芯可能会保有一些些的那个磁性了，就是会有保留了，但是如果是只是螺旋管，一断电就没有了。同名磁极应该是互相排斥的，然后电磁铁的极性跟电流方向是有关的。OK，所以答案应该是 A 啊，应该很简单。所以你会看到哦，15题来讲哦，它的这个静磁学哦，它已经出了12题，然后这个电的话呢，只是出3题。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学就学生比较不太会这个第10章，所以你会看到出现比较少。OK，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问答题的部分，15分钟的时间，我看一下可以回答完，应该可以了。OK，我们快速讲过了，来，这个部分由我了。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要标出，请画出磁体周围的磁感线，然后这个磁体的 N 极跟 S 极。所以黑色啊，automatic 啊，请记得黑色就是 N 就会指向 S。S 对，然后这里是 N，然后我们的磁场线呢，应该是北处南进，北处南进这样子，画三根就好了，懒惰。OK，so 这个是北应该要指向 S，所以这里是 S，这里是 N，这里画一根，这里画一根，这里画2根。头发好像蟑螂的脚，往外出两根，往内进，OK，这样子。OK，还有的就是 N 呢，应该这里 N，这里 S，OK，画三，画两根呢，两根这样子，OK，画一根这样子过来了哈，N 北出南进，画箭头，箭头。OK，S 要进来的，记得 S 要进来，N 要，N 要出去啊，sorry 啊，这里错了，N 要出去啊，这样子。好，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这个应该是排斥的情形啊，然后还会指向外面呢，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磁场线应该是指向外面的，什么情形会指向外面呢？应该是 N 哦。就这个，我觉得第四个的这个是比较稍微要动脑一下下了，其他的都很简单了。OK，好，恒温计，Oh my god，这个要很，所以你会看到啦，这一种啊，第二题教你写出这个恒温计的这个工作原理，这种题目也是常常出现的，对吧？一定要懂哈，这个跟继电器有关的。它有放6分，Oh my god，6分这么久。首先呢，你需要讲到温度了。当温度到达35度 C 时
OK， 因为这里有写35度，所以你就写35度。如果它没有写，你就讲金属丝所指的那个温度的时候啊，这样子就会比较比较长一点了哈。然后我们有两个电路，一个叫做控制电路，一个是控制电路，左边或者你写左边电路了哈。接通，给接通，然后电磁铁接通过后，你要讲哦，产生电流，流过电磁铁 ，OK。产生电流流过电磁铁，电磁铁产生磁性，将弦铁吸引，使 B 和 C 触点。断开，电热器我们另外一个叫做工作电路或者是。电路，工作电路或者是右边电路咯，右边电路断开，电热器停止操作。哎，恒温器呢，它的问题就是它会有两个case， 所以你会看，你要每次我跟学生讲要看分数做人，这样子的一格页我这样子写应该是只有三分的东西，所以他要求六分呢，应该就是说你就要讲到说，当温度低于35度 C 时，虽然你讲很笨对不对，好像两边都写，但是没有办法，你就要两边都要写，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了没有另外那三分哦。所以我的写哈，工作电路断开所以接通了变断开，断开了变接通，这样子就没有电磁铁产生电流的时候，你讲没有电流通过电磁铁，然后电磁铁没有磁性，很废对不对，没有磁性，然后 B 和 C 接触，哎 sorry 啊，触点啊应该是点来啊，触点断接通或者是接触，然后工作电路呢就会接通，电热器开始操作。O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六分呢，你必须要你就要看到啊，有六分的话呢，你就要两边都写以防万一，因为通常你会看到了。它的分数呢，第一个呢到达温度可能它就一分，然后电磁铁产生磁性啊就大概是一分，然后呢右边的那个电路怎样接通啊，哪一个会操作呢，那边就会有一分，所以这样子通常这种题目的是三分罢了，如果它达到六分呢，你最好两边都写虽然讲很 stupid， 我会一边另外一边是倒转的嘛，不过不要紧，它就是要你重复写，然后让你重复的给分，这样子 ，OK， 所以不要偷懒了哈，你看到六分，你就要醒猛一点了啊。
OK， 第三题如图二啊，图二这个我记得我怎样教过你们怎样看了，对吗？啊，如果是用这个，这个是我们叫做galvanometer， 就跟安培剂差不多的，这种是电磁感应，哦，所以这种现象我们叫做电磁感应，这个是电发电机的原理了，啊，切割磁场产生电流。名称叫做电磁感应，哇，两分呢，这个达到两分的真是高够力。OK， 所以在这一题来讲啊，螺旋管啊这种题目啊常常出现，对不对啊？要懂得判断螺旋管的这个南北极啊南北极，然后还有的就是电流的方向等等的。OK， 所以我们这个的顺序应该是从这个磁针，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 S 极，所以这里应该就是 N 极咯。S 会指向 N 嘛，对不对？将这一边，另外一边呢，就一定是倒转咯。所以这边应该是 S。所以它打三分，基本上呢，它其实两个打一分啦。如果你写 NN 呢，它就不打分的啦，就是零了啦。标出它的这个，说你的北是在右边，你的这个电流应该是从后面上前面下，对不对？后面上前面下，你的电流应该是要标出你的电流的，后面上前面下，所以这个是往上，后面上，这个是前面下，像这个电流应该是这边是正极，这边是负极。OK， 所以这里是一分、两分、三分，这种题型常常会出现，常常出现，看你的螺旋管的南北极，还有电流方向，还有这个是电源的正负极。OK， 还有五分钟啦，我们加快了脚步，好，再来，小明用了右如左图的所示的这个电磁铁的磁性强弱跟哪一个因素有关？说如果我要看的是跟匝数有关的话呢，你就要不同的匝数，同样的电流 ，OK， 说不同的匝数，同样的电流应该是三跟六了，三跟六，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匝数来讲呢。电流相同的就只有 1.5 了， 1.2 1.0 不可以吗？ 0.6 0.8 也不行的，对不对？当然还有的就是跟电流强度有关了，电流强度有关，除了跟匝数有关，还有跟电流强度有关。那我们怎样看它的磁性强磁性弱？所以我们是以吸引大头针打头针大头针的数量 ，OK， 我们是以这个吸引的大头针的数量呢来反映它的这个磁性的强弱。所以如果你可以吸引的很多的话，就代表了你的磁性的磁性就会比较强。所以它其实是反映了，反映它的那个磁性的强度。好，那第六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磁铁都有两极，然后小敏呢，他是用这个想用实验的证明，判断这个判写少了，磁铁 AB 端必有磁极 ，OK， 所以这里断开了，它的 AB 端呢，他觉得是有磁极的。所以哪一个现象呢不能观察到铁棒被吸引，铁棒也会被吸引，这个应该对的咯。OK， 那还有的就是如果是这个 N 这个 S 这个 S 的话呢，照理上不是被吸引了，这个是应该是排斥的，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个是 S 呢，这里是 N， 所以这个是比较深的部分，
说比较浅的部分呢，应该是会被吸引的，这个是看到的，哎，这个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再来呢，就是，哎呦，这个看不出哪里是，啊，哪里，哎呦，这个看不出呢，它是 A B 是哪一个磁极、啊？哎 ，sorry 啊，有人 call 我，谁呀、啊、？Hello。Yes， 我忙着啊，不好意思啊 ，OK， bye，OK，、okay, 第不好意思，然后再来是，丙的那个看不太出来哈、哦，有一个是排斥，一个是不懂对不对嘞，所以我们看一下丁的那个对不对了哦。不好意思啦，这个是应该是图的关系啦，看不太出来。然后丁的话呢 ，N S 应该会被排斥，这个对。然后 B 对 N 应该也会被排斥，这个应该是对的。好，所以甲跟丁应该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是讲说有两个是不可能观察到的话，这样应该就是。乙跟丁，乙跟丙咯，啊，乙和丙啦，所以这个丙的那个图是不太清楚啦，我觉得哦，铜铁棒啦，铁棒来的，所以它没有南北极。照理上铁棒我们是不会被排斥的，铁棒一定是被吸引的，所以这个丁呢是丙是错误的。铁棒照理上两个应该都要被吸引的才对。OK， 所以我了解了。我还以为是有磁极看不太出来。OK， 好，那时间刚刚好，讲完了三。